第十四题，14到17题是题组。罗宾在百货公司看到很多手工肥皂，他也想做做看，因此他到化工材料行买材料。请回答14到17题。14题是问，罗宾应购买下列哪些材料才能快速的制作肥皂？我们晓得皂化反应就是脂肪跟碱作用，脂肪所以我们要选椰子油，碱我们所以需要选氢氧化钠。同时，为了要能够溶解椰子油、溶解脂肪，能够帮助反应的进行，所以我们还需要加上乙醇。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有甲、乙、丁。所以第十题问我们说，罗宾应购买下列哪些材料才能快速的制造肥皂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、甲、乙、丁。